Hello，Hello，hello, 欢迎回来。现在在我们现场的这位嘉宾，他是 Google Max Real 的 founder 之一的香颂。那他们的公司呢，是有两大部门，一个是房地产部门，一个是贷款部门。那因为今天是12月14号，圣诞节之前，先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声假日快乐。呀，多多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节日快乐。是的，那他们的公司呢，因为 agent 都非常多，所以您对于最 update 的贷款以及房地产的这个情况都非常熟悉。我们好不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倾向把2019年的贷款以及房地产的市场跟大家做一个回顾？比如说，贷款的市场在今年是稳步上升，correct me if I'm wrong。然后这个地产市场呢，又是起起伏伏。从你们的角度来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对卖方怎么样？对买方怎么样？好的，这个贷款市场受利率影响很大。这个房屋贷款利率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开始下降，一直下降到8月份，然后慢慢上升到十月份又下降，所以这样起伏。所以说2018、2019年我们实际上是非常繁忙的一年，因为这个虽然利息上上下下，但是总的来讲都是非常低的那个位置。所以说2018年、2019年是个非常好的贷款市场。那根据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的预测，明年这个贷款利率会保持在低位，所以说明年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。是，截至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，那已经把那个贷款额的像 Fannie Mae 啦，还有 Freddie Mac 他们规定这个 conforming 的价钱也提高了，super conforming 也提高了，然后 jumbo 的这个下限啊，也就是 super conforming 的这个上限也提高了，这个都是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好的 indication，是吧？是的，没错。每年这个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他们调节那个 conforming 的 limit，它是 based on 过去一年这个整个房地产这个价位涨多少。基本上去年大概涨了6%到6%左右，所以说它的 limit 也提高了这么多。那今年我们开始已经做这个 limit 了，就是大概是50万多一点点。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开始我们一开始 take 这个 new application for the new limit。这样子啊，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，2019年联储局在今年破天荒的降息了3次，那这个对于房贷利率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哈。哇，这个已经在 market 里面了，因为这个房贷利率是 based on 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。这个 Federal Reserve 降息意味着这个经济不好，那经济不好，那个利率就会变好。所以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。那今年的利率实际上是非常低位，非常好。那明年也会很好。那相应反映在这个房地产上面，房地产上今年是，这算是起起伏伏。那去8月份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基本上是非常 slow。8月，对，暑期嘛。没错。那现在开始就是从8月份开始看到 pick up。那现在因为利率很低，同时呢这个房源比较少，所以现在悄悄的开始有的这种。这个 bid war，很多人就开始抢房了，Multiple offer，没错。那这个抢的这些房，它所在的地区是不是比较抗压性强的应该都是，因为这些大家都喜欢的房子都在，比如说宇宙中心啊，一个很好的地方。那根据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调查这个预测，那明年这个房地产的价位还会上升，那同时这个销售量也会上升。说明年又是一个非常好的。这个房地产年，明年又是总统大选年呀，没错。那在节日期间，这个 Google Maxwell 地产经济，我们为我们的客人这个随时准备加班来抢房子。哦，这样子，随时加班 stand by 来抢房子，所以你们在支援的这个部队已经都准备好了。是的，没错。哦，是这样子的情况。乐于知道，乐于知道。同时呢，我们面对广大的中国人里面所有的中国人呢，都是在随时都在想合适的时候要进场买房子，也有的卖方呢，他有刚性需求，他必须要卖房子。那么在这种的交替兑换之中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讲，就是中国人想要买投资物业的人，在年底都会为明年的投资大计来做一番准备，比如说自己的 qualification 啦，要买在什么地方啦等等。但是买到投资房的这个 amount 总是跟贷款的额度有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，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贷款的利率。
Gogain 在这方面对于投资房地产的贷款的 program， 我听说很丰富，如何的丰富法？呀、yeah, ，是的，在介绍这个 program 之前哈，我们 Gogain Maxwell 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就是，过去十多年，我们为我们的很多客人买投资房，那这些房子过去十多年下来涨了很多值，那同时呢，他们有很好的 rental income。所以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高兴，非常欣慰。过去十几年，没错，那那个时候就是在经济不好的那个时候，房价比较低，所以进去了很多。这个经济好或不好，他们一直买下来都会很好。那关于投资房这个贷款利率哈，贷款这个产品跟自住房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三个产品，这个、Gogain 的产品实际上就是这个利率好，这个条件宽，让我们大家能够贷到款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贷款。我们叫它 Invest Advantage， 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 program 是让我们的投资人不需要看他们自己的 income， 我们只需要看这个房子能够带来 income， 那他们有足够的 down payment， 我们就能帮他贷到款。足够是大概要多少 percent？ 20%就可以。哎，很好了啊。没错。所以这个叫 Invest Advantage。这是第一，第二呢？第二个产品我们叫 Invest Power。您知道这个 power 来自于什么地方？这个 power 来自你的腰包，你有钱。对呀。还有就是说你有很多 income， right？ 那这是你的 power， 这是我们 invest power。当你具有这种 power 以后，我们能帮你贷到非常好的这个贷款，这个利率非常 competitive。那也不受你有多少房的限制，你可以有十栋房、二十栋房都可以。这个贷款利率、贷款的额度可以到三个 million。那投款你只需要付15%就可以。哇 ，super good！ 所以这个贷款实际上是叫 invest power。好，它你如果有 power， 我们就能帮你找到很好的贷款。好，介绍第三种。第三个我们叫 investor freedom。我们投资房地产的目标是 achieve financial freedom， right？ 对。你的房子帮你涨值，同时又给你带来 positive cash flow。那这个产品 freedom 是我们最近刚刚推出的。Super Jumbo Program， 这个产品的最大特点是，当你有足够的 power 的时候，你可以拿到的贷款利率跟自住房一样，没有受到那个投资房的那个影响。这三个 program 都各有特色，没错，对想投资的华人是非常有利的。好的，非常感谢Sean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祝您圣诞佳节愉快，新年快乐。我们下次见面就是2020年了，感谢你。谢谢周乐，节日快乐。是，谢谢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周末愉快，圣诞快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